我家 lifestyle， 我是果果。今天是我们探探美食来的第二期，推荐给大家一个我们经常来吃的越南菜，叮咚，我们叫它红房子，我们也会叫它宽斗。它位于汉堡火车站西边出口步行街旁的一条小道上。这家餐厅在我们2010年第一次来之前就在这里了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他家的味道一直都没有变，口味偏清淡，除周日休息以外，周一到周六都会开门。每天中午大概1点到2点，晚上5点到7点，客人比较多，最多的时候有可能会在门口排长队。结账时只接受现金哦。来看一下菜单吧，他家最有代表性的是1号汤粉和5号干粉，干粉会搭配鱼露哦。我们今天点的是11号蔬菜牛肉炒面，1号汤粉加一份春卷，还有粥菜单里的咖喱鸡块土豆配米饭哟。店内面积不大，装潢简单。